好乌龙哦，太久没有坐公车了，按下车铃也不知道没有响，所以司机多开了一站，我现在坐过头了，要再走回去。回动站我来了，快给我冷气，受不了了。昨天的生日寿星，聘万妙妙珠，一零，有没有？哇，其实他假日也很漂亮，很 lady 啊。平常在我心目中也是美人冒泡。尝一下口感，好不好吃？这是鲑鱼吗？那他的鲑鱼怎么个好吃法？哦。看它这个油花不错哎，没有筋，没有筋啊。